看一下那个树林里面也有，好像萤火虫那种感觉了哈，但是白天没有发现的。对，有两三个地方是来啊，看到灯亮了才发现，哎，原来还有这些设施。打我们嘉义的很多活动啊，都层级蛮高的，而且也蛮大的。啊，尤其水乡湖很香，嘉义站。